叫到天明，你要抓紧一个很重要的，叫酸枣仁金针菜汤。酸枣仁是一种中药，你大概买上一包100块钱就很多，取30克，30克，给它捣碎，加水加多少呢？估计我们加水可以加到4碗水，1000毫升，1000cc。大火滚了以后，小火煮个20-30分钟，把酸枣仁滤掉了，酸枣仁不要了，滤掉了。然后呢，来煮金针菜，金针，啊，金针菜，金针菜，第一个要买干的，金针菜你要买颜色比较自然的颜色，淡淡的咖啡色跟淡黄色都是自然的。假设你买到那个颜色比较漂亮的就不能买，因为金针菜干的不是那么漂亮的，它有二氧化硫的成分，那是添加物的、哦、你要买有机店的金针菜，干燥的金针菜。金针菜用一两，一定要经过两个步骤，把金针菜它里头有一个成分吃了会腹泻的成分，先给它拿掉。那个腹泻成分是天生具有的，不是外加的，它本来就有这个腹泻成分。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金针也闹散，对吧？就是因为它有腹泻成分。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温开水先泡20分钟，干的金针菜温开水先泡20分钟，而后滚水烫煮30秒，水倒掉，注意给它倒掉，那个腹泻成分都没去了，就没有了、哦、再把金针菜丢到那个刚才讲的黄酸枣仁汤里面，加水加到2000，再加干净的水进来，加到2000、哦、刚才顶多剩大概剩个700-800而已，加上水加到2000，大火滚了以后，小火煮上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，再把金针菜滤掉，金针菜不要丢，金针菜摆在冰箱慢慢的吃，它是可以吃的，不要丢掉，主要是喝汤而已。这汤好不好喝？谈不上好喝，也谈不上难喝，就是有一点药味，药味是来自于酸枣的、哦、还可以的，有点生生，金针的流啊生生、哦、那这个汤喝起来比你吃安眠药好太多了。你吃了要吃多久？起码吃上10天。很多人做饮食，做那个自然疗法、饮食疗法，他是没有耐性，讲冷干、沙干、磨耗，他就拒绝了，错了。食疗不比药疗，药疗它是立竿见影，它有副作用；食疗它是慢工出细活的，最起码要10天，最起码要10天，啊、哦，要有耐心等上10天，你就发现效果就出来了。你跟我讲冷干、磨耗，那他定。你是安眠药，那好定，我可能他定，啊、哦，所以你要慢心、耐心的去等待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必须要泡热水，泡它泡到膝盖，用姜汤哈，姜汤再好，手掌这么大的姜，煮一大锅水，煮20-30分钟，煮好之后呢，用一个茶锅，滚烫的姜汤装在茶壶里面，在旁边等，因为泡脚30分钟，水也凉起。尤其是这种天气啊，水冷得很快啊、哦。你发觉水不够热了，那个滚烫姜汤就要倒了，要保持温度在40-41度。桶底放4颗高尔夫球，进行脚底按摩。水高要接近膝盖，啊、哦，阿卡阿去打那个球，哪边痛哪边就是重点。你跟我听你的向鬼，痛点才是我们要的点，你要记得这句话。痛你要压住它，压它揉它，压它揉它。然后衣服穿厚厚，让自己逼汗排毒，逼光排毒，逼光排毒。流汗机会是不多的，流汗是好事的，哦，逼光排毒，哦，逼汗排毒，有汗赶快擦干，避免吹风感冒。窗门别再开，窗户不能开，不能说闷就开风扇、空调，不可以的，会感冒。身体有个毛巾，有汗必擦，那个去掉，有汗必擦，就把它擦掉，哦。泡脚要泡在8点到8点半。不能泡得太迟，你要泡太迟，精神反而变好。别再泡胸花，你早点困，泡个高点广不行，你精神反而是变好。别再，你要提早泡，背点泡个背点广，距离睡眠在1.5个钟头可以的，这样可以的。然后呢，再一个重点在哪里呢？有些人晚上会想事情，会想事，想东想西就不好睡。你有事你要写下来，那个下楼。
怎么样写呢？你要有一个方法，笔记簿跟笔放在枕头边，床头架个床头灯。当你心头有事，心光有代志，明仔在要做啥，你的心你都袂困，对不对？你又怕忘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要赶快写。床头灯马上打开，手一伸，床头灯打开，手一伸，枕头边的笔记簿跟笔拿到手，马上写下，心中就没事，对吧？心中没事是很重要的，心中有事你是不好睡的。心中没事，心中无挂碍，好入眠。这是一个心理很重要的。再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你必须让眼睛累，脑筋累，脑筋累自然好睡，眼睛累自然好睡。所以你要找一本书看，但这本书不能太好看，要不然一看又天亮了。你要找一本书看，越看头越大的书。有一本书我推荐给你，不错的，叫《金刚经》，看不懂读过去，这本书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大家，你要坚持十天。你要能干的好，我扣你，你要做十天，比吃安眠药好，一定比吃安眠药好啊！一觉到天明啊！再一个呢，吸吸呼，吸吸呼是关键。